welcome.今天要接续昨天玩的档，那我看看我今天要做什么。要办事项。什么东西？采集的资料可以调和成什么东西？先来确认一下。现在把声音又调回，就是用耳机播，不然，就是让电视播出来的话，的声音会录进来，就很吵。让我看一下，现在把声音又调回，就是用耳机播，不然，等。我一下，我要去后台改个东西。不能改，那就继续吧。换扮战斗装备状态，那状态可以选。妹妹用的是枪欸，那姐姐用的是魔法棒。好，所以我现在要调和。よし、この材料を使えばきっとすごいものが作れるはず。可以做什么？我能做的还是只有消炎贴布啊。
那我要做什么啊？对啊，我都不能做。我现在能做的还是只有校园切布。很笨欸，白姬花有结实跟药用花粉，品质超高欸。看一下，我选一个普通的就好。然后再来是长颈通草，有药效、药用，这个都是有药用的成分欸。植物香客不知道什么，它那个颜色不知道有什么差别。药效成分，通草，药效成分，通草的王者，通草的王者。那我用个，也是先用个品质比较普通的，然后最后是可以加一些辅助的。蓝色的花有凉爽、静谧的气的氛围，还有什么？其他就是刚刚那两种。那我选个通草，刚没有选，刚刚是选长颈通草。那还有分一般通草、长颈通草，就是有药效的。那个凉凉的，好了，感觉很舒服。一般我们贴那个贴布也都凉凉的。好的。它是不是只有在调药的时候那个时间会动啊？成功喽！第一，品质65，然后切药的渗透力。这我最后练出来的东西有药的渗透力，然后是药品类别。这个好像我看前几代都有什么，好像可以拼图，就是让那个就是你做出来的品质会更好。可是现在这一代不知道有没有哎。啊？随分出来がいい道具じゃないか。どこかで買ってきたのか？違います。これ私たちが作ったんだ。いやいや、冗談はよせって。いくらなんでも今のお前たちじゃ。もう冗談じゃないよ。絵の中で拾った材料で私たちが作ったの。絵の画里。うん。地下室に綺麗な絵飾ってあったでしょ。気づいたら。那看来爸爸没有这个能力哦。それで中で拾った材料を使ったらこんなにすっごい道具ができたってわけね。すごいでしょ。魔物はいたけど。看来爸爸是担心他们耶。全国首屈一指的炼金工坊。絵を見たら意識が遠のいただの、中に魔物がいただの、どう考えてもおかしい。大方絵の具の匂いにでも当てられたんだろう。というわけで地下室は危ないから立ち入り禁止。看来爸爸应该有隐瞒什么吗？还是说他真的没有这个能力？お父さんってば。这个应该就是妈妈吧。所以他们妈妈是怎么了？
仕事しなきゃいけない。こんな仕事あんた以外の誰にやらせろって言うのよ。ほら手を動かしなさい。手を。くそ、相変わらず人使いの荒い。まあやりますよ、やります。さあ明日から面白くなるわよ。应该是那个目前全球第一工坊里面的人吧，穿得很华丽。那第二话，公告与师父，公告，师父。できた。けどいまいちのでき。他们应该要更努力的去采集吧。自学。太惨了吧，自己爸爸就是炼金术师，他们要去找别的师傅。钱呢？嗯？为什么？そんなバカだ。どうして？这爸爸真的很糟哎。ねえ、お父さん。ちょっとしてお金使った。いや、どうだ。啊！呀！どうしよう。食べ物を買うお金すらないなんて。そうだね。バカ親父は置いといて、広場に周りを探しに行こう。真的是小孩子能很独立呢。さすがに悪かった。今から靴か何かを調合して食い物を準備する。お父さん、ちょっと黙って。すみませんでした。被歧视了。所以赚取餐费，又要去赚取餐费，去找工作。那我们现在去广场吗？然后他们住月光大道，好，记起来了，月光大道。那么去广场。现在是白天12点。这边有人可以对话，去看一下。哦，这边是个小巷子，这边可以说什么？好像可以汲水哦，可以可以，这边有那个耶，那个井，那人哎，说桶子里面装满各种人物的人生，桶子，贪睡商人，后面还有一个。也是商人吗？积极的行商人，哎，后面有东西耶，还有那个发光的东西，这是什么？这可以采集吗？哦，这什么？哦，那个是什么？那个叫什么？那个。洛梨，应该是洛梨吧。这是椰子吗？洛梨。哦，我想说什么？到现在都还没看到可以采集的地方。这边可以采集东西耶。不知道还有哪边可以。我现在应该，那个是什么？我现在应该还是在教学的阶段吧，就是我还没有正式进入可以自己随意探索的地方。红花、蓝花，没有人跟他对话。栗子吧，那是栗子，还很棒。已经领悟的男孩，吃。哇，今天收集好多东西哦！还有哪里有？
他去办正事，这里好棒哦！看哦，所以我要去广场。这个是什么？有绿色惊叹号，这应该有东西，去看一下。是，先不要去跑那个主线，我喜欢把整个支线啊，什么都一定要玩到。修女很无奈。姐姐真的很弱。少女很温柔。伊涅斯紧急书信。わかりました。今行きます。嗯，他们是来看剧情而已吗？所以没有别的，没有别的东西了。明明就没去处理事情，在这边祷告。我换人吗？晨晨的婆婆，那个小女生呢？跟对方吗？喜欢玩耍的女孩，好吧，那看一下我可以去哪里。我是好奇我这边是不是可以。这边有海滩嘛，还有哪里可以去？嗯，好吧，看起来有的地图，是不是地图，还是说现在不能去？不报蓝钱。然后还要付税耶。认同炼金术的有用性，要召集炼金术师。炼金工行阶级制度。哦，这看来这是我努力的目标喽。发放津贴，好棒哦！但他们就如果有津贴，就不用担心钱了。阶级会基于考试结果有变动。请至王城办理手续。太好了。よかった。すごいよこの制度。あ、すごいよ。一番の。私たちのアトリエってお客さん全然来ない。そうだね。だいたいボルテードに取られちゃうし。でしょ？でもこの制度試験が靠实力分数，所以有实力他们就可以拿很多津贴，他们就不用担心钱钱的问题。そっか、人気じゃ勝てなくてもランクだったら勝てるかもしれない。そういうこと。最高のランクに上がれば文句なしに国一番のアトリエじゃない？なるほど、すごい。スーちゃん。紧张万分的炼金工坊阶级一，所以我要去王城，我应该是直接过去吧，这边吧，跟他对对话，呵呵，可以进去吗？
はい。应该很多人吧？哎，还好哎。啊，这个是那个维尔提尔。露夏，露夏。感觉是个骄傲的人，但感觉人不坏。Lucian。通过考试才能参加。是什么？丽迪吗？丽迪。試験課題はあなたに作ってもらったんだ。それを受けても意味ないでしょ。超厉害的人。ハエアルアトリエボルテールの森林遠播。援助に決まってる。ミレイユさん、嘘をさせないで。哦，这个是昨天那个晚上的那个人呢，自我介绍。米勒里。国のジム全般を担当してるわ。もちろんアトリエランク制度周りもね。すごい、ジム全般を。じゃない。私はスールです。スリー。メリアさん、ええ、よろしくね、双子ちゃん。実は二人のことはもうルーシャちゃんから聞いてるの。とっても仲がいいんですってね。仲がいいっていうか幼なじみっていうか腐れ縁っていうか。羨ましい限りだわ。私には年の近い幼なじみっていないから。さて本題に戻りましょうか。ルーシャちゃんが言ってた通り、ランク制度に参加するためには。はい、それは分かりました。でも
それは今から教えるわ。加入检定考试，制作梦幻画笔。制作梦幻画笔会提供所需配方，配方可以自行改编。想要加入炼金工坊阶级制度，就必须具备最低限度的实力。这次考试的目的就是要测试实力，所以这个是入会条件。梦幻画笔，带这个道具来。梦幻画笔配方。ランク制度に参加するからにはこれくらいはこなしてもらわないとね。絶対レシピをアレンジしてもいいから、自身改变配方。とにかくその道具を持ってきてちょうだい。那怎么确认是他们做的？那可以跟别人，やってみせます。请别人做吧。アトリエに帰るよ、リリー。うん、作れるかどうか確かめてみないとね。それでは失礼します。さて、どうなるかしら。升级考试，报告考题。只要待在王城，跟王城里的米雷优说话，就可以进行升级考试。有一个报告课题，找米雷优说话，可以再次确认考试内容。考试不懂的地方都可以问他。好。是谁？多情的哥哥，还有谁？刮噪的阿姨。这个地方完全没有其他 NPC 耶，就他一个人哦。确认课题。哦，就应该是这张，然后交谈。哇，这回家了。这个有东西。王城内入口哦，这个应该是代办事项。OK， 看到有谁在这里耶？这个是谁啊？爸爸。月光大道家里吧，是不是？对，爸爸在家里。他爸爸应该很厉害吧？收集材料。他们可以去哪里哦？叫郊外地图。打开只是按下 L1， 切换郊外地图。郊外地图移动至王都附近采集地，去不同地方应该可以采集到不一样的东西。新绿的奥德利亚跟预测森林，这是什么？好可怕！这是什么？好恶哦！探索装备，制作的道具可以装备起来。哦，海胆袋哦，好可怕哦！爆弹に限らず、至少姐姐比较谨慎，虽然个性比较柔弱一点。把阶级提至3，好吧。地图里面按 L1 可以换郊外地图，要去哪？预测森林。
先去森林好了。森林是哪这个？那我先去这个好了，比较近。要花费移动时间，不知道多久了。它这应该也会有白天晚上，是不是可以采集到的东西也不一样？红色点点应该是那个，这个要网子哦。战斗，噔噔噔，不是。哎，哪边可以那个升技能呢？不知道他们的血量哎，啊有，有血量吗？好有十二，剩十二，在后面应该普通攻击吧。哦，那好像没有补血道具。弱，有点危险。晚上嘞，这个啊，我没有去确认我要什么配方哎。他会写有什么可以采集，先反正都来了，打怪物时间也会推动，我不知道采集时间会不会动哎、欸，哦有石头。反正就尽量采集。嘿嘿嘿，哦，这是有办法躲避那个。那是什么？水壶。好难打。哦啊，好多东西。这个是什么？哦，可以取水吧？是不是水壶的图案呢？打打看这个好了。打怪物不知道有没有那个会掉道具吗？二十九，这个，会不会洗掉啊？好痛哦！然后技能。MP 快没了，现在不能用技能，还好，不够，这还有很多，会有哎、欸，会有那个东西哎、欸。可以待到晚上吧，不知道待到晚上会有什么差别。好棒！这边还有一只怪物，不敢。哦，这也可以踢。蜂蜜耶，树是不是也可以啊？这个好像是要有水果的树，这是什么？沙鼠会飞走，那是什么？哇，好多东西哦，好开心哦！耶、
显示很少哎、欸，那道具有什么？没有哎、欸，技能。厉害哦！哦。应该还好，不会死。啊、差一点，好痛哦！剩多少？九滴，快了，剩三滴。哦，他是打哪一只啊？好痛哦！那、啊、好多东西，我应该该回家了。不要！天气阴阴的，下雨不知道会怎么样。嗯，采集，哎、欸，就是它其实会变呢、欸，看起来地图的东西有点不一样。这边还可以捕鱼，但我现在身上都没有。那边有水果可以采，拿不去。对，我差不多该回家，我应该要做一些就是补品什么的。碰到虫啊，有哎、欸，虫虫也是那个，哦，行李满了、哦，好，没关系，那就回家吧。我看一下我的配方，梦幻花，哎，可以做嘞。孤兰草、木材、线材，花招品质，它有分嘞，软的、香料、威、技能、威能、技能威力加10，回复固定强化，不知道有没有差。高价会卖，所以哦，这个比较不同的品质会有不同特性。我这个只是要交给。那个工会的应该就是普通的就好吧，但品质也应该是做出来品质没差吧。木材我只有收集到一个兔毛，嗯，好吧，执行调和，他们是要睡觉吗？哎呦欸，成功了，没有特别的效果。我最后做出来是弯曲的燃料。噩梦画笔。他们要睡觉吗？啊、到底在做什么？我想看一下哦、喔。我们，诶、欸，我可以看状态吧。对，好像我回家，我的 HP、MP 满了，但是我应该可以做消炎贴布、中和剂是什么？嗯，那我要怎么补血啊？消炎贴布，消炎贴布，要的是的。然后他们可以穿戴，然后呢，就是药品 ，HP 可以回复。好，我要做这个。欸，我身上有欸。嗯，好。那我要怎么装备我的东西啊？
探索装备。什么都带着，探索。没有东西，好。那我出门了，这么晚耶。还没查到。它会花时间耶，只有自己跑，应该也会吧。快晚上了，现在是黄昏。在跟谁说话？那是喝红茶，喝不完的红茶。这个商人，那个妹妹，这是布哎、欸、布告栏可以，这是看布告栏吗？布告栏我可以自己接任务吗？好像没有。直接去办要事 ，Go！ 交付课题。哦，可以耶，长那么丑也可以。哈、哦，不行哦。为什么？試験は何度でも受けても。嗯，什么意思？他们会看一下是听到什么声音有什么关系吗？かもしれない。でもね、メルヴェイユってね。ちょっと聞きなさいよ。嗯，可爱哦。あなたたちよ、あなたたち。あなたのち。道を聞きたくてね。ええ、合ってます。いいえ。王様から呼び出されたのよ。是谁呀、啊？好厉害哦！ああ、あ私はイルメリアフォンラインウェバー。我们找他认识是吗？好可爱哦！这个游戏的角色都好可爱、哦，除了男生，女生都好可爱啊、哦。リムリア、イルメリア。好可爱哦！ごちそう。どうして工場に行く途中で腹ペコ姉妹？二肚子的姐妹伴住。すみ、その年でもう公認の錬金術確か公認試験ってすごい難しい。別に。うん。可以分中长陷阱，自行改编。哦。へえ、そう。イルメリアさん、さすがです。ま、当然ね。だって、かっこいい。ネスちゃん。应该是想把他当师傅吧。师傅，师傅。然后去现场跟师傅说西秀哈，西秀。以前的他，一个西秀。哦，看起来他很乐意耶，是个好人。这游戏好可爱哦，师傅一。代办事项，
等一下，スケジュール確認。回攻反八，小王做什么？炼金工坊，王城内，有惊叹号，去看一下。地道难前，那个有时候好像只是可以看一些剧情。めんどくさいまで見つかった。あ、めんどくさいとは何ですか。めんどくさいとはめんどくさい。まあ、大方繁盛しているうちを羨ましく思いっきりバレてる。毎日毎日大発見。そうでしょう、そうでしょう。感觉他不是个坏人。真的想要帮他们吧。哦，这游戏里面都是好人耶，怎么会这样？那个地方是这是什么？那个天气变坏，兴致减少，然后可以再过去。哎，有宝箱哎！哦，这是什么？哎，很棒哎，它的小地图上面可以看有什么。先回家吧，王城内还没有通过，回家。帰ってきたな。哦。今はいいや。号。说话。他爸的对话都一样。月光大道。哦，哎，哦，也在这边，就在旁边。消炎条贴布，这个这个哦，它这是配好的，就这些执行调和哦，就是这个东西，试着将作为材料的白鸡草的成分配置上去，依照各自用的成分显现出各式各样的片段形状。不知道可以转向，好像不行。那就配在这里。配鱼片，配置好片段后，与片段相同颜色的效果增加。效果量表长度会与现在面板上出现的同。
将片段配置在相同颜色的有色栏位里，效果量表会多增加一格，但因为配置增加三格，五，哦，所以我现在已经1、2、3、4、5，那再来是这个，那可以选吗？这个片段可以旋转，怎么旋转？R1L1，即使是相同的材料，因为复数成分，哦，这还有哎。绿色量表增加 HP 回复小于回复奖励两个效果。哦 ，OK。HP 回复小，回复奖励小，不错。嗯，スーちゃん、これ、うん、出来栄えが全。絵の中の材料？まあいいか。調和基礎。慣れないわね。錬金術は調合がすべて。錬金術は物を作り出す術。发想力，发挥想象力。レシピをひらめく力、柔軟な思考を働かせながら、いろんなことを。发想配方，进行战斗、采集、调和等行动。如果满足条件，就会发想出新的配方。发想条件的提示可以在主选单的配方笔记确认。好哦。というわけで、課題よ、二人とも。大丈夫よ。私の友達なんて、一晩二つも三つもレシピを作ってたんだから。とにかく、いろいろ。所以他们要去采集战斗，累积发想力。思い出された。説明は半分くらい寝てた。市場についていけば、いろんなことを経験し、お金をもらう。じゃあ、觉得教学有点冗长，但是还好啦，就是这样子。这样感觉比较不会乏味，就是剧情搭配。教学。どんな依頼がいい？积经验，不能太挑剔。委托，然后跟柜台姐姐，金钱或道具，积极承接委托。装准备武器跟防具，光格人那边可以买。哦，他们没有钱哦。嗯，未承接。这什么？酥脆的口感，这个讨伐蓝枯泥，这个可以承接100块。这是什么？血花是什么？身上带有血花，妖精的阳伞，暗夜菇。采集的、哦、晚上哦，可是这个在哪里啊？蓬松暖和，兔毛，兔毛不知道去哪里。植物有、阳光植物，自知道啊，还不能去。利格雷因农场，这我可以去吗？嗯。这是什么？绿普尼，这我可以吧？报酬二松10个，这我可以。采集的植物油应该是要调和吧？不用吗？兔毛，
我去收集看看吧。妖精的阳伞，调和的朴素烘焙点心，好，先这样吧。いらっしゃい。柜台姐姐。OK， 这应该是好了之后跟他说吧。那我现在要向阳大道。快到哦，就时间就搬完了吗？他们没有钱钱呢、啊。七块，多少？好贵哦，买不起。可以卖东西，可以卖多少啊？会做什么、啊？去祷告吗？哦，这是谁？卡梅拉，卡梅拉，这游戏都是女角哎、欸，好可爱哦、喔。卖什么？希望是有用的，跟我有帮助的。哎、欸、哦，这个就是有商店的吗？我要去郊外。预测森林，我先去预测森林。是，那个怪物应该都可以。习得了配方蜂蜜。看到怪物，这里这里，跟我打，跟我打，怪物呢？晴天却下雨，哦，啊，他们会先打我们，好痛！技能一样，哦，好痛哦，技能。哦，好像有变强哦。那被打超痛的。剩一滴，那就。攻击。看一下哦，我可以那个吗？初学者之战，探索装备，这可以用吗？嗯，不行。嗯，综合技蓝，综合技不知道什么东西。
这是什么啊？海胆。来踢踢踢！这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东西可以收集？有没有？我没有。那有只虫虫哎，绿色的。好痛哦！应该可以补血吧。哦。这个打好痛啊！那剩多少血？五滴还好。用道具？哎，哦，没有。慢慢看。哦，很好用哎，那个海胆可以做一些升等，加一加二，加一加一，加四加二，加一加一。哦，他。感觉妹妹是很会战斗的，活泼开朗。没有下雨嘞，这个有什么碎片？好像没有看到木头。嗯，香菇，香菇什么？没有木头，要不要打香菇？感觉就很难打。都没有东西吗？想到什么？金属块。菇吗？哦，香菇。还有橘色的花，哎，好多我没有。是什么？天然肥料跟虫虫，海胆，哇，好多海胆！色的，这个打完要回家。技能，痛，嗯，会不会死掉？应该不会。
该用海胆打他们，快挂了。天然肥料，蜂蜜，哦，就不要。噔噔噔，这边可以补充花朵。好啦，我就先回家了。蜂蜜，惊叹号是卡住了，是不是？找我任务，那我先回家。我已经快挂了。是。哦，这是什么？配方笔记。综合剂蓝。将重度。这什么？蜂蜜。金属块。采集水了，要去哪里？这是谁？懒惰的商人，懒惰就不要当商人了啦。可以进去吗？嗯，这是去桥，还是要去别人？喜欢料理的姐姐，我不知道怎么做脆脆的饼干。她也是开炼金工坊，可是我人这么好，他们都是开炼金工坊，可是她还愿意就是教他们。梦幻笔记，笔画，画笔。有了，这才是好，加油！梦幻画笔，木材没有，综合剂，我可以先做综合剂，什么颜色没差，我先做综合剂，油水植物类。油我好像没什么油，海胆，看到它绿色啊蓝色，品质很好耶，先开这个，这感觉超棒，通常那我不需要结实哦。还有什么？大朵花卉，香溢四色，甘甜，蓝色哦。这是我之前在那个画里面拿到的吧，就是品质比较好的。那先不要浪费，因为我这个到时候应该就交出去，就没办法了。
蓝色，看起来有蓝色的。应该是我去采集的吧，蓝色的花，这个水，老味道的威胁，是什么？水溶性、弱酸性，冰凉的。真的搞，品质一般般。冰凉的，有弹力的，这品质比较好，没关系。先这个好了。还有黄色。黄色，有什么东西是黄色的？看一下。黄色的。先把一个取消掉，这个不要了。黄色的花香四溢，这个，然后有蓝色，这个，实心调和，绿色、黄色、蓝色。黄色、蓝色、红色果酱。OK， 他八号了吧？绿，有什么效果吗？没有，综合技只能当材料。Level up， 炼金等级 Level up， 综合技调和力，然后。我没有木材，所以我要去采集木材，然后去郊外。木材我在这边有看到那个新绿澳达利亚，这边我才有看到木材。然后看一下代办委托。绿色的绿普尼尼，我看到木头了，布料，它有木头了，我觉得比较，我先去收集石头，那个柔柔的毛要去哪里啊？哪里有啊？好多东西啊！绿色的，啊，好多只哦，太夸张！哇，啊，我没有忘记带东西。技能，啊，可以。为什么？天哪！有点弱，用道具那个。先打他了。打多少球？一般攻击。他补血，那我慢慢打吧，打血。这个没有技能，道具没有哎、欸，为什么？先打他。
上去，他可以用吗？帮他自己补。哎，有八还不错啊，跟他差不多。OK。哦，有宝箱哎。是什么？因为我刚看这边好像还有木头。木头，木头。耶、yeah ！我要去踹树。这是什么动物啊？感觉难打。要打打看吗？我应该可以看图鉴吧？看一下啊。图鉴，采集地，我现在在这里。主要栖息地是我打过的才有吗？不然这是什么？会不会很难打？一只，还好。啊，好痛啊！十。打是不痛，用道具，用这个。我攻击，哦，刚刚好呗。哎，很少，哦，好，一只三点，可以拿到花，耶，宝箱。卡夫是什么？那是什么？好多东西哦，什么什么，好多东西哦，什么是什么？噔噔噔噔，这个是，这可以踢耶，这是什么？稻草吗？我可以做面粉吗？麦粉，真的耶，好棒哦！这可以踢。可能要自己探索一下什么可以踢，因为它地图不会有嘛。嘿嘿嘿，哦，好多东西哦。我再去，这是什么？蒂格雷因农场在前面，我可以自己过去吗？我想要多收集一点木头，但我好像也没有那个兔子毛，不知道去哪里采集。我应该可以去农场看看。下雨了，这个是残骸吗？还是什么？哦，兔毛，这个就是兔毛哦。我可以去吗？可以耶。燃烧。那太弱了，我就用这个。应该挂了吧？噔噔噔噔！耶，这都有宝箱哎，超棒的！花花，这么快就满了，岩灰石。不管兔毛品质好不好。哦，这是什么？扑尼扑尼红。海胆、稻草、蜂蜜，我好像用不太到。技能威力的，这个不要。这个烧伤哦，这个、不要。好。
个是什么？六六。啊，画不死掉。嗯。虫网，耶，兔子哎，好，纯油，这很难打，59。他道具，我等一下应该就回家了。嗯，这个哦，40耶，好多耶，哦 yeah, 真等特别田庄已习得兔毛，有什么用不到的海胆？不要，我用不到的。这个，好，获得兔毛。嗯，好，我先回家了。工坊是？为什么？纯油，手札植物油。海胆袋、卡夫、麦粉，或者你可能可以做饼干液。嗯，多盐烧、现材、布料，我看我配方笔记，看这个。火药、海胆袋，我怎么知道我可以吸的什么书？它有分诶，利迪书，对，我要补充网书利迪，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两不太懂，发想，而且还有分角色诶，梦幻画笔，我应该可以做了。梦幻画笔，不知道什么样，先随便点。欸，没有差欸，是我挑品质差的就好。都要精心挑喝，
有什么吗？描绘梦想，哎，好棒哦！魔法道具、燃料。确认课题。报告课题。耶，合格了。工坊。スーちゃんたちは今一番下のランクなしね。S A 到 G A B C D E F G。それにランクなしのココナッツ。ってことは C ランクって。ええ。イルメリアさんはそれにふさわしい実力者。私がすごいのは当然ですけど、何せ。いつか国一番のアトリエになる二人ですから。感觉他应该也是只是喜欢炼金术吧，不一定说要当最棒的工坊。はい。好可爱哦。国一番のアトリエ。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那是谁？哇！さあ、でも今のところは怖い。それにあの双子ちゃんだからこのまま行けばきっと大丈夫。什么意思？你那个表情太像坏人。感觉有什么秘密耶？希望不要是坏事。第三话。我也可以不要决定不要推进剧情嘛，就是一直玩下去。噔噔噔！お邪魔した。いいえ、二人とも。いいですか？なんかのよ、僕に錬金術の勉強もしたことがなかったや。今までの実績を認められて、最初から G ランクを与えられている私。扑尼对上龙，扑尼是打的那个小小扑龙弓，扑尼狙击。好骄傲啊！但至少他家就录下的店生意很好啊。短期目标是打败他。他们其实应该是好朋友吧？为什么要这样互相伤害？好，我要去王城一趟。这是什么？莫克庭园的东西，看一下。
然后顺便去交付任务，然后再去看一下修女那边那个店卖什么，然后看我的装备要不要升级一下，但我现在应该没什么钱，那东西都不便宜耶。这是什么？可以进去吗？可以采东西耶，玫瑰花耶，好棒哦！要亮晶晶的吗？有没有亮晶晶的？这里有人，不知道他知不知道？哥哥，有人那么亮晶晶的。城里有一些东西可以采集，棒！玫瑰花吗？耶、yeah ！这可以干嘛？还没有。去这里。教会钱是什么？购买。教会卡牌，这是做什么？饮用水，干净的水，庇护，尊贵的，有文字有涂鸦，鲜奶。哦，感觉可以麦粉，我可以自己做麦粉压箱宝，品质很好吧？鲜奶，我可以买买看一个。好，那就可以拿出去用。我去这里，我去广场。那再来接一点新任务，赚一些钱，升装备，可回报。这个还没，兔毛还没，腹蓬松暖和。暗夜菇这个可以承接，这个可以了，承接。剩一个，看一下哦，朴素烘焙点心，棉兔，讨伐棉兔哦，棉兔好像打过，包子狗打都可能。还不行。游牧的果实，天然肥料，游牧的果实有没有赚钱的、啊？黏液菌菇，讨伐哦，预测森林，包子狗跟甜甜菇，预测森林我可以去，那我这个接350，这我可以回报的。进行回报，是这个，好，先这样，然后。要去王城看看我要怎么升等，他说从 G 级开始吗？ ABCDEFG 哦，所以 C 真的算很前面， SABCDFG 也差三阶，升级考试，收集蛋，魔物蛋，要参加升级考试，然后提倡口碑，下次再说。那怎么知道？是姐姐吗？老姐。わかりました。
他们应该是姐弟吧，那个发色眼睛一样。这里啊、哦、是这边有魔物、哦、刚好拿到玫瑰花，我应该先到时候回家放一些东西再出门。あなたたち確かに強くは、はい。まあそうだったの。これも何かの縁だし。利亚尼猎人，那应该很强啊，打魔物。利亚尼，这是角，这游戏的角色都是女生呢、欸，大部分都是女角，好可爱哦。心花怒放。哦、好棒哦，这边他也可以买东西。噔噔，跟你说话，绕出去了。这里哦，会到早晨。好，然后呢，我就只能再收集一点东西，再回去。这点程度没什么吗？那看起来超难打的。我、哦、还有新的单体攻击力。141还好，哦，还蛮强的。17哦，啊，啊，好强哦！电脑宝箱羽毛，继续打。哦，有人来，哇，好强哦！针对弱点攻击。那不是整他们啊？啊，我不想打，我可以逃跑吗？不想打。等等哦，踩个东西。对啊，我要去做捕虫网。蜂蜜，绿色的打一下。一只耶，蜂蜜。六，那么少。好了，看看还有什么。他这边应该也有别的地图吧？麦，小麦，打一下。我想要去别的地方看看。兔毛，
骨头欸，过去不知道是什么。哦，就是格雷因农场，我去一下。噔噔噔噔，看看有什么。那你这是破坏狂啊！这可没接，这像白葡萄树还是什么？这应该可以骑吧？嗯，这个可以骑吧？可以，你可以再过去，这样。不呀不呀，郊外地图，在这边就是两个，没有人呢、欸。全速，怎么这么好？我可以挤牛奶吗？我可以挤牛奶吗？这还可以去哪？兔子，不要兔子！好，我回去。哎、欸，这个。这什么？多色燃料。嘿。这边会有什么？噔噔噔噔，狂奔！哦，我刚好从这边来的吧？好，我回家了。一边搅拌一边放入。真好。师傅超可爱的，是什么？多色燃料，兑换，噔噔，嗯，什么？这大真的很夸张，我可以下去吗？我要来做一点。贴布还有吗？剩一个。好，来做个贴布。
OK， 感觉成品不错哦。一个哦，品质五十，可以用六次吧，使用次数六 ，HP 回复小，回复奖励 HP 再升，没败哟。他们还有钱买点心哦，我想买装备。也是炼金术士吧。一个很乐天，一个很平淡的个性，就是很一般较真的人。是什么？先去报告。这边有惊叹号哎，都有哎，我要去看看。傍晚哦，这里的人好像24小时都不用睡觉。不想。我れながら演技の。再で。ねえねえ。ほら、昔よく一緒に遊んだじゃない。后面有吹彩旗的。感觉是个认真的，他是不是有发生什么事情？一点都不坦率。有东西可以采集。刚看好像还有这个，这不知道什么黄色花吗？这里的水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神圣祝福，因为毕竟是教会的水。可以踢吧？我可以踢吗？不行，下雨了。哎，这边有个紫色的人，然后可以举水，然后可以对话。为什么下雨不要下太久？下雨很好啊。是他们都不撑伞，会秃头。我要去做捕虫网，但虫虫不知道可以用在哪里。进去。被塑造的眼眸，恋爱小说。舒克雷蛋糕。保养吗？哎呦，呵呵真的超不害臊！天哪！天生丽质。还有什么？饮用水，我对这个有点好奇，是要多少啊？10元，然后买一个看看，应该会有不一样的效果吧。商人躲雨吗？跟那个人交往，开店准备。好，那再来。
怪。再进去吗？对，帕梅拉来过吗？接受修女研修哦，所以还有当过修女哦。太夸张了，这有什么好难过的？还搭错，这还是天然丹。那他哪来的钱补货啊？人真好，这种交换，火焰变色，那不是温度吗？是谁？啊，喜欢料理的姐姐很常出现。哎，这边还有一个，他要开店了吗？他卖什么？卖物品、材料，购买。这个我有了，这个我有了，这个我有了。那还有什么可以买？我买这个也没有用啊。切换页面这个吗？铆钉铠甲。好，我存钱买个铠甲好了。要去厕所。炸鸡皮饼干，泰国的，就是辣味，这个还蛮咸的，那还蛮好吃的，就是很油腻，很油腻的感觉，一次不能吃多，吃个三小块好了。就是真的鸡皮脱水烘干，应该是油炸的吧，因为吃起来真的超油，好像最近很流行鸡皮
やべえ、まあ、はい、うん、ミレイユさん、二人だけじゃやっぱり危ないと思うんです。最近魔物も多いらしいし、でもほらイルメリアさんには国からの依頼が山ほど。对，是个重受重视的师傅。ただ二人を危ない目に遭わせる。悪いんだけど、それまでは二人だけでお願い。わかりました。ごめんなさい。私たちが弱いばっかりに。ううん、気にしないで。今回魔物大事の件は。ピンちゃん。いいの。私はただ残党を吹き飛ば。アトリエの功績が攻撃。ランクアップし。要多做好事哦。まずは頑張っ。まあそこら辺のことは。さてと。好可爱哦！嗯，这个是还蛮适合在 NDS 上面玩的。谁？他要不要他底吧？口碑。野心笔记。小苏特制的野心笔记，可以确认怎么提升口碑秘技哦。なるほど、さすがスーちゃん。哦，好多哦！今天500克龙币，贴传单，可以贴在这吗？棉兔我可以打200，天降，嗯，没得回报，为什么刚刚有看到人呢？不见了，奇怪，这是 bug 吗？蓝色的是布告栏吗？那怎么张贴广告啊？要看一下，在王都里张贴清单，要怎么贴啊？代办事项。去哪里贴啊？没有啊，哪边可以贴传单？在户外跳跳跳，这也有。在户外跳跳跳，这边不知道有没有东西可以收集。到处跑一下，再跳，没有，不太懂，我可以去哪里张贴？去，我要去哪里张贴？花花。收集各式各样的东西。如何张贴？跳，不一定会有。我要怎么张贴广告？我要怎么贴广告？纸吗？
这还蛮多垃圾可以捡的，可以。莫克庭园，哦，我就是到王都各个不同的地方，他就会帮我自动贴吧。哦，箱子可以贴哦。嘿，海胆超好收集耶，这个地方怎么到处都是海胆？向阳大道，有东西，值，噔噔噔噔噔噔。花花，我收集完花花，然后去中间，然后看完可以再去哪里。花花花花，花花花花，月光大道，我住的地方，这边要贴吗？没有，这边可以集水。我看一下，我哪里没有去过？广场去了，王城、月光大道、向阳大道去了，莫克庭园去了，有吗？先去这个。交流交流，应该不能在教会里面贴广告单吗？出去贴。有喂、欸，我、哦、完成了，广告单贴完喽。这边的水感觉特别好喝。那我要去回家。炸药、火岩石、火药。燃料，补充网，我想做这个炼金 LV， 我要八等才能做。那我做个卡夫是什么？等级不足，海胆带，消炎条。那我做个炎烧，容易炎烧发火。效果安定，技能威力加10%。发火效果安定，发火容易燃烧。它、啊、这个灰灰的也是不行吗？炎伤害力弱。我先试个这个火药，可以用。蜂蜜耶，沉甸甸的蜂巢结构，似乎很好吃。富裕毒，效果安定。有哦，这是游牧果实。肉很多，油脂很多，白斑文字哦，它可以当那个烧的，蓝色。看起来要蓝色，看一下。看到那个方向，我这个也放不下。这是什么？自然矿物油，轻薄，回复固定强化。轻薄，那就只能做出品质比较一般的。脱敏的威胁，这个。执行调和，这样会怎么样？返回。好了。
了。次数六次，挺直十四。弱。耶！我只等六等。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来等待坐一下了。会有什么特别品？这个馥郁毒。行吧，火药，黄色诶，沉甸甸，威力固定强化，执行调和，绿色，物理伤害弱，感觉我应该绿色多一点。为什么是绿色的？黄，这没有绿色的。没有。魔力固定强化了，这个。没有办法让它品质更好，就这样。OK。还等待物理伤害弱，他们要去哪里？哦，叛逆期，真的是胡搞瞎搞，根本没在顾女儿。干嘛？他要找人结婚了，是不是？再婚，再婚。察觉到，最为欧尼朵过世感到悲伤的人。どうですかね。ロジェ、あなたもそろそろ。おい、二人とも。ロジェ、是有什么秘密吧？すみません、シスター。老婆是不是很厉害的炼金术师还是什么？就代表他们可以进入画里是有一些原因的吧？え、怒られた。そいつは無理な相談だな。哦，到底是什么？神よ、どうかあの家族の祝福。噔噔噔，磨练调和技术，那有什么好做的？消炎贴布有了。综合技蓝还没做过，看一下。用油有点，用于油炸，很臭，刺激性出来，骨肉很多。这个，这个臭臭，好像摆不上去。老味道。大家看这个饮用干净的水，这没什么差，老味道，老味道。这应该会有一些，这个，
至少很普通。 但是等等，还有什么可以做？麦粉哦，做麦粉可以。不知道干嘛。做饼干哦，在的吗？哦，那反而其实有时候也是不错。高级饼干，姐姐有时候也是，但是没有想象中好吃。感觉阿妹就会说很难吃吗？哦，还好哎，化开。就姐姐对比刚才更加好吃。哦，感情真好。他们可以做饼干吗？蜂蜜。那可以干嘛？这个就是没有特别的，一般的蜂蜜，三个都没有，哎呦哎，强烈的甜味，耶，升等了，来了，不，那可以做写日记。饼干先生，角色设定很可爱。我也想做饼干，什么时候可以学做饼干？补充网等级不够，七等，还要十六点。自然矿物油，布料。哦，有什么卡夫可以做的？这个综合力，那我做蓝色吧，蓝色。蓝色没什么用。物理伤害中。这个可以用六次，不错。九点，其实也快了耶。这是什么？材料不足。装备，调和剂。金属块，这不知道可以干嘛。布料，好，先这样好了。我看看咯，我先。回报，二松，这个剩十七天，十五天去预测森林。好，
好，你有没有什么心得？赚大钱，野棉花，这什么？海胆袋，这可以做。海胆袋伤害中了，找看看。游牧的果实，这个也可以。天然肥料。这个植物油，植物油好像可以，这要怎么收集啊？不知道。副装备可以放，战斗装备没有东西。好，出发出发。去二星星哎，就是。我要回家是不是？星星，どこに行こうかな？对啊，为什么炼金工坊是星星？我要去自知道呢，我要去预测森林。是，这边午夜哦，午夜，中午。什么？蜂蜜哦，这个海胆，这可以吃耶。就蜂蜜、海胆、蜂蜜、海胆。我现在需要，这边有很多稻田。纸。蜂蜜不要。到处都是海胆。不要。看看，它这边没有别的地图吗？不是可以打什么怪物啊？蘑菇。看起来哦，晚上怪物看起来比较多，现在好像没什么。我应该在这边待到晚上，除非我收集满了，不然我就要去打一些小弱怪。好了，打一下。哇，好多只哦。他们的速度很快，每次都只能被打。正方，正面，强哦，好痛。很痛哦，怎么打起来这么痛？
步。补水，那个。色的怪物，海边呢？哦，有。这不能踢。在这里有油。错吗？今天是1111，大家有要抢购什么吗？他提醒我了，提醒我抢购那个 iPhone。看一下哦，任天组合抢购预告，限量一组，11点，还剩8分钟。等一下来抢购一下，但不知道抢不抢到，才一组哎，超便宜的，它是 iPhone， 然后加 AirPods， 然后加 Apple Watch， 然后11110。我完全是为了 AirPods， 因为现在开车上班，有时候就是还是会有电话一定要接，可是如果你用车子蓝牙接，其实。就是你听得到对方的声音，可是你就是对，就是你讲电话，就是因为手机都放很远嘛，那没有办法放很近，那其实对方也是听不到你说话，嗯，觉得没有很方便。没什么怪物哎，都是。就是我平常打的那些怪物，所以要等啊，有了，这是什么？技能？嗯，不用。24还好。那我们刚排弹打打看，感觉很痛，快挂了。嗯，骨头跟什么蛋？打刀客哦，那个就是兽人哦。那我应该去接那个任务。兽人没有很难打哎，可是看起来数量不多啦。我就是在等怪兽啊。我就是耶，打香菇。我其实搞不清楚是要打什么技能。中体伤害47，包子狗，对，我要打这个，好像很强。痛是还好，道具我要用这个看看。哇，这个是范围技也不错。哦，好痛哦！我觉得我就练道具就好了，收集材料练道具。明天要吃菌菇菇。晚上有的材料不知道会不会不太一样，我先看一下我的探索装备是探索装，我的战代办委托。包子狗，甜甜菇，预测森林。包子狗刚打了，甜甜菇不知道是什么，然后再去绕一下。就走这个、啊，还是要更玩。郊外地图，郊外地图是
是哪里啊？哦，就这里而已。啊！狂奔！我要去找包子狗，不知道哪里有。嗯，怪物好少，我想打的怪物好少。我该不会要分成三天吧？就是我一天只有遇到一次我想打的。可我记得我有一天来还蛮多的啊，那时候没有接委托任务，但是我应该换个地图再过来，不想打这个。打去又不够。宝箱，耶，红色宝箱开出来的好像品质会好一点。这可以生火吗？嗯，香菇香菇，就是点点菇。25哦，我用这个卡夫，哦，这个范围的，我没有带那个，还是我没做？六，搬搬搬搬啊！会补血，黏液菌菇。桃花甜甜菇，那我们都没有学到新配方喽。那什么怪放满了，那我要走了，我要先回家。是。嗯，参加狙击考试，狙击才哦是最前面的耶。这是不是要抢劫上啊？等等哦，倒数，跑跑跑，
你这样应该就买不到吧，已经一分了，问才一局了。应该先登会员，我刚刚在想是不是应该要先登会员，快点登。啊，来不及了吧。我觉得我刚如果没有登录会员，就是我先登好，我应该就已经抢到了。没关系，不要乱花钱，它真的很便宜，因为它还有一只 iPhone。不知道还有什么好抢的。看看有什么好抢的，首页。升级有什么好抢的？91点的这个，这还有什么好抢的 ？Airpods 挂套 ，iPhone 8 2600。便宜，但没有什么兴趣。看看我，平板 iPad 9.7 2018，没什么兴趣，是很便宜啦，1700。iPad 已经有了，其他东西6 Plus 11000，感觉还好。都没有 AirPods 吗？我现在想要的就只有 AirPods。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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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好吧，算了。11点，等下差不多要吃饭了。下午要来画画，太夸张了吧！最讨厌这种车，超吵。为了老品，我们要做什么？哦，我要去升级完成呢，要炼金工坊，还有星星呢。我有太多东西可以那个。探索。中午要吃什么？我有油饭，然后再炒个花椰菜，然后再炒个蛋。是。考试课题：收集蛋，收集蛋，方法不拘。魔物掉落的蛋可以获得高评价，蛋料理热潮，供应不求，蛋价不断飙涨。最近卵料，そこらで拾える卵でも最近魔物の被害が多いし。それはわかりましたけど。蛋打怪物是啊。イノシシ。工場に用があって来てみれば。だって卵ひ。调和采集调和讨伐。王都的入口，感觉是他弟。这有什么？还有什么？这是谁？可疑的冒险者，自信满满的脸，刮噪的阿姨，阿姨怎么常来这？能对话的
角色好像大部分就是那些人。我要再进去看看剧情。哎、欸、哦，但惊叹问号是我要做的吧？那个在户外跳跳跳。莫克庭园有什么？去看一下。还是莫克庭园就是护卫队？不是啊，他不是都在城门口？不清楚哦，真的在城门口，所以还有个星星可以去看。哦，就是他、啊。谁啊？就是他弟啊，超怪的。不要靠近奇怪的人。嗯。哦，真的，我就知道。Matthias。それはもちろん知ってるよ。リディス。聞いたの？アメキからだね。ミレイユ。とにかく。最後以後就是三個角色嘛。耶，三個角色。支援防御。替他們哦。攻擊對象。对应的按钮，支援防御，好不？他开电脑。购买，就这边就可以买那个蛋。这边不是有个怪怪的那个帐篷吗？还是说没有啊？就是在晚上，玫瑰花。好，我要再去美蕾。好哦，那就是去郊外这里啊。我要来这边干嘛？就是这个。哦，找鸟蛋吗？不要。嗯，好，再去打鸟蛋吧。那边还有一兔子哎。我先打这什么蛋哦，我要打兔子。四十吗？超强。忘记了，一环级中伤害之一列，加速防御。哦，好浪费哦。然后道具没有，攻击。哦，好痛。最近在选举，外面吵吵的，都是那个选举车。然后有时候有些路是单行道，然后选举车都走得很慢，就大概时速20，然后就完全把路挡住啊。虽然说他们就有发现车子跟在后面的时候，他们还是会就是路边停靠，然后让你就是可以过去，但还蛮困扰的。因为就是你很难避免遇到宣传车啊，然后也不是所有地方都可以让宣传车停靠路边，因为有时候路边临停又很多，就是一连串就是交通其实没有，就是台湾道路交通没有规划得很好，或者说路边临停啊，白线、黄线、红线，其实大家好像也没有很在乎这些，
或是什么路边聆听买东西啊，因为可能台湾地小，就是空间有限，所以这个情况还蛮严重的。好痛！仔细看他的血多少，50哦。耶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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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羽毛没有蛋，耶，应该是有蛋。羽毛。这也不见得打到蛋呢，因为兔子毛也变得不是很好收集。兔子也不常看到啊，糟糕了！你觉得我的那个任务会没有办法完成？我要去打兔子。不知道控制妹妹跟姐姐差在哪，是背影吗？就是你比较喜欢看哪个角色的臀部？这里没兔夹，黄色的话，没有兔子，没有兔毛。十一列吗？玩玩看，应该就结束了吧？还没。啊。怪物掉的东西品质比较好。九，先打他。哦，没有，留给他。哦，这应该妥痛哦，37哦。红色的移动速度很慢，需要99才会打一次，但应该打起来很痛哦。没有差，八哦，其实他也快没血嘞。这个是枪的吗？啊，算了，结束了。真等了，他十等哎，等级比较高。好多哦，综合技红。
啊，满了、哦。我不要，这我不要。那我想要去打兔子。我缺东西啊，我缺兔毛，到任务就失败了。没有我想象中的动物多耶，就是怪物，怪物不够多，我回去了。刚刚有看到兔，嗯，那算兔子吗？还是狐狸啊？可以来打。嗯，但感觉会出呆机，因为身上都没有技能点，用不了技能应该不好啊，应该还好，做那个道具。好，我来再来打打看。我希望可以，不可以，他没有道具，看看，哈，22，还没技能攻击，哦，有他挡很棒哎，道具，这个。哦，60很多。茶壶是好东西，欸，超好用的。有欸，有蛋。不知名的这个大型的蛋，那我这是什么？大型的蛋，品质超高。那我不需要红沙吧？这个不用。这个不用。好，我们家对面就是那个竞选总部，所以还蛮吵的，因为他们现在正在进行活动中。我妈也去了，因为是那个认识的朋友。低价，这不要，为什么要低价？还有什么不太香菇吗？我它的宝箱没有开，刚完全没有注意到，打好像打比较强的怪物都有那个宝箱，或者随机的吧，就是羽毛。我要把这个丢掉，然后看一下武器，然后回家了。空法，回去就补血了。是，红色综合剂。聊聊天，现在是白天。嗯，马蒂亚斯是很帅的人，不喜欢爱打伞的人。妹妹不知道对他怎么评价，所以我要想知道，我就知道切换角色看一下评价，就是他们的想法嘛。爸爸还在要买那个，是。交付课题，不知名的蛋，大蛋。这个这样可以吗？我要把它挤满嘞，黄城耶，然后再出门。我要再做一点东西吗？好像还好。看一下我的课题，下半委托42天，这是什么？
海胆蛋，那盒居住海胆蛋，兔毛，哎，这个好了吗？还没，两个就搭了一个甜甜菇。嗯，在哪里啊？预测森林，现在自知道。兔毛，蓬松的兔毛。我不应该给他蛋，就是我不应该给他那颗蛋。痛痛，十耶，再点一次，不然你要打不死的。哦，可以耶，幸运。好痛，我要三。超强！耶！有很多蛋可以收集。到处都是蛋。这人的颜色不太一样，我希望他会掉蛋。我刚不小心把好的蛋，好痛哦！三六实在是普通，不是事情，就他用道具比较实在。用这个。大蛋不燃烧，不知道什么羽毛蛋吗？羽毛，附近应该很多蛋可以。蜜蜂蜂蜜，那没有蛋喽。也没有兔子，也没有骨骸，我想要的东西都没有。再去别的地方看看。哎呦，我要骨骸，希望有蓬松的羽毛，我要蓬松的羽毛。蛋。对，好嘞，去看看，看有什么好打的。兔子，马蒂亚斯，应该这样就解决了吧，超强！耶、yeah, ，羽毛、肉、针、玛蒂亚酥，里面有什么？香菇，老婆婆在发光哎、欸，为什么老婆婆在发光？哦，老婆婆背后在发光。拿一下这个。我
する。肚子饿了。俺が代わりに。应该可以差不多回去做一些东西，然后可以来补充咯。我应该很容易就八等了。这边有个宝箱哎，这是我的宝箱。肉哦，好累哦。这个品质比较不好，哦，好强！哦，他们应该很怕火哦，他们是草嘛。清掉麦，这什么啊？灰岩石。通草，那我通草其实剩很少。我还有没有获得的过？好，回家。蓬松的触感，好棒！海胆袋，棉兔自知道，棉兔。自知道有棉兔，好，再去找找，没有看到啊。我最近都在自知道打滚。棉兔，我以为那个就是棉兔哎、欸，就是会掉那个蓬松羽毛，我以为那就是棉兔，但不是，不知道长什么样子。交付课题，再给他小小的，还要吗？品质不好的 option， 好的，耶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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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还有人呢，在意的是，有趣的地方，他们真的可以进入画的世界。画的世界，所以可以去吗？画廊，哦，姐姐身材好好哦，他们都穿那个很性感的丝袜，哇，万圣节，草杂森林，これは別の世界、ええ、そこには珍しい材料があるの。あの絵のことは秘密。
ら、もしかしたら不思議な。そう、听见材料的声音。もし絵の声、そうじゃなくても、ぜよくみんな。絵の中に、逆に絵の外に出る。回到现实世界。我觉得这要天赋吧，不用吗？出てらっしゃい。バレた。絵の中、二人。长得还不错啊，算里面比较好看的男角。就是他没有别的男角哎、欸，就是怎样？所以这是后宫系列游戏嘛？他没有男主角。Halloween。好漂亮哦，很可爱。Halloween。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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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苏很胆小啊，他不是很勇，就是很活泼吗？とりあえずルーシャ城を探してみようぜ。マティアス。気にすんなって。噔噔噔。噔噔噔噔，所以我想要进来就可以先进来收集东西吗？路标没有字啊！你已经被诅咒了，清零坟场。哦，有鬼耶，好可爱哦！这鬼太可爱了吧！这很万圣节，好可爱哦！攻击，然后速速解决他们，41而已哦。啊，那就普通打就好了。啊，才3，没有。嗯，嗯，超难打。嗯，我忘道具，这个。哦，有效，这很难打哎，超难打，4点哎，剩8点，好，才1耶，超难打的。不怕物理攻击吧，就是变成魔法攻击好像比较有用。哦，8耶，我只能这样了，因为他怎么用也差不多。我不要浪费那个魔力。手指运动，不停的按攻击。打完了没啊？应该快了吧？真是 low！ 梨形宝石伤害回馈，叫什么？梨形宝石伤害回馈，这可以干嘛？
伤害回馈，攻击给予伤害的 10% 会布置自身伤害 HP。 哦，它上面可以看耶，好不？清零坟场，走吧走吧，太夸张耶、yeah, 我要探索。好大哦，有没看过的？木头，这个好棒哦！他不说连恩会帮你？哦，好棒哦！那什么，好变态哦！没有看过的东西耶，噔噔噔，哇，好多没看过的东西哦，好有趣哦。好棒哦，好多有趣的东西哦。这很多那个也不知道什么，有蛋耶，噔噔噔噔，等我，这游戏还蛮扯的。就是，这样吧。哇，有点像43了。打不到，天哪！好，我要用这个。是怎么的？就是骑士啊，很痛哎、欸。太痛了！哎呀，那动作好快哦。对啊，剩一，剩20。夸张，用这个吗？我帮他补啊，他不能补吗？这有没有补到啊？他没有补到哎、欸，这异常吗？没有补到血、欸，为什么？对，先等了。呀哒呀哒，嘿，有什么嘞？不好打耶，里面的怪物好难打耶，我要去哪里耶？哦，南瓜世界，我要去坟场，可以踢耶耶耶耶耶，有个酷炫的东西，来去看看。为什么画廊哦？你不要去画廊哦，这是我进来的地方。那我要怎么去坟场呢？你怎么知道坟场在哪里？我怎么知道坟场在哪里？这里吗？收集一下骨头，
有一些有趣的东西，这里香菇不知道有没有不一样。噔噔噔噔噔噔噔，哦，发光的菌菇。发光的菌菇可以采吗？记不到。满了，好吧，我要先去办正事。我要去哪里啊？坟场不知道在哪。我很努力的找坟场哎、欸。这是什么？精灵坟场，根本没看到坟场啊！噔噔噔噔，哎、欸，好像或许有别的地方可以去。狂奔，好像可以绕上去。绕进去。嘿嘿嘿嘿，哎，有个那个怪物的，好可爱哦！可以跟你互动吗？不知道可以收集到什么。看看动物皮草、菱形宝石。比较低价的东西。这么难打、啊嗯、こいつは俺だ。有补吗？有。水晶碎片不读特表，这是哪里的？这个这个很熟悉啊，有什么有趣的吗？蝙蝠翅膀，这是两个。宝箱，没切麦。
嗯，好像可以去哦。这里可以进去。那边还有别的画吗？没有。那去都可以直接选。好，我要回炼金工坊。纯材料。我再做一点。刚有人要这个海胆蛋。嗯，反正是要给别人的，我就做个一般的吧。橘色的，就这样吧。物理伤害中哎、有了，耶！攻击伤害中的，我可以去写任务喽。白鸡草，好，先这样。应该最普通的，顽强。品质30以上。免疫菌菇，植物油，不能不要，不想要。HP 强化 ，HP 强化。我现在做什么嘞？野心笔记，多女孩，这个好嘞，知名度大爆发。
就完成了、啊、魔王终极就完成了游戏。去米格尔的链店露个脸，为了套交情而购物，推销各式各样的东西。去买东西吗？灰级魔物迪利哦，所以叫迪利去灰级魔物。好，那我要去这里买东西，套交情而购物，那应该是金额吧。购买为什么？哇，好有钱耶。 HP 强化参数加 10%， 品质提升。嗯，这好漂亮哦。 MP 强化， HP 强化，出售。我可以卖什么？我要回去了，我来记录一下，保存。是，保存的时候好像不会有画面。好的，我存好了。那今天就先到这里了，差不多要去吃中餐咯，大家赶快去吃中餐吧，感谢大家的收看，下次再见。